AUG 这把枪并不强，为什么还不移出空投呢？有超多粉丝都问了这个问题。其实小伟之前也解答过，今天再来一个总结篇嘛。其实有三个原因：一，没有更厉害的 5.56 步枪加入。我们来看看吃鸡中一共有几个空投武器：一把 5.56 步枪 AUG， 一把 7.62 步枪狗杂，一把 7.62 连狙 MK14， 两把单发狙 AWM 和 AMR， 一把机枪 MG3， 一把冲锋枪 P90。除了单发狙之外，每种武器都是一把，所以如果想 AUG 移出空投，必须要有新的更厉害的 5.56 步枪加入到空投。就好像当初 M249 移出空投，立马就有新机枪 MG3 补入一样。所以除非上线一把新的 5.56 空投步枪，否则 AUG 是不会移出空投的。二， AUG 还是有过人之处， AUG 是空投里比较老的武器了，虽然说很多属性确实撑不起空投枪的牌面，但是它还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。首先它天生后坐力就低，配件也比 M416 少一个，最关键是它的子弹速度是步枪最快，用 AUG 打远战也超厉害，所以可以说 AUG 虽然不是超强，但绝对不弱，不移出空投也没话说。三， 5.56 步枪太多了，游戏中种类最多的就是 5.56 步枪了，手游有 M416、M16A4、SCAR、QBZ、G36C， 端游还有 K2， 手游国际服还有 AN94， 已经有这么多 5.56 步枪了，如果把 AUG 再移出空投，那就更多了。所以官方压根就没想把 AUG 移出空投，而是想研发更多其他的新枪，所以 AUG 才能一直在空投待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希望 AUG 移出空投吗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